没有叶玉兰，我没有吴思怀，我只有等一下会上来的我们一到三十三名的所有的部分军委员，我们正正当当、清清白白，我们对得起国家，对得起历史，对得起台湾的人民，我们没有犯错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我们才能走到这个时候，能跟国民党说，我们要维护国民政权，我们要国会过半，因为我们自己检讨、自己反省、自己改革。但是这个时候，也有人说：“阿你已经站起来了，所以进党票，阿你分一票别人，配一票别党，阿你敢好？阿你敢好？如果这几年来，咱无改变。”咱无改变这些错误，大家把政党票不给不投给我们是惩罚，我接受。但是这一年来，如果我们所有的工作同仁这么努力，把整个党带向一个正常的方向去，因为我们站起来了，因为我们比较强壮一点了，所以要把我分票，要把我退票，这个对民进党也是惩罚了，对不对？拜托大家去，民进党的国会一定是为着要小英总统为后盾，所以民进党的国会议员、立法委员是小英总统的主力部队。如果我们的主力部队被打散，小英总统将成为一个孤独的改革者，他将降在。他将站在遥远的前方第一线，他的后援主力，如果我们的主力部队被打散，我们要如何维护我们的主力部队？就是咱的区域的立委，要让大量当选，再加上咱的部分区，难道有当组成一个过半的国会？所以我这阵拜托大家，心话来，咱卖发出声。你在心里念着，不要被分走，不要被配走，把政党票留给我。你们在心里不要念出来，不要被配走，不要被分走，请把政党票留给我。再来，我要请大家小声的念出来，不要被配走。大家跟着我念，不要被配走。不要被分走，政党票留给我。我们大声的念，不要被配走，不要被分走，政党票留给我。可以啊，政党这个行动，你出去无当个行动票，你当减你一票。如果这阵当你出去无当，你搁徛起来时阵，将咱的票分走，将咱的票分走。那就是在帮把民主进步党削肉刻骨一样，我们经不起再次这样被分散我们的票源，所以我拜托咱所有乡亲士大，依然的信推，对家开始，为何民主进步党，你依然的团斗，不要被配走，不要被分走，把政党票留给